Hello，大家好，我在韩国，然后这边也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海岸线，正好过来的时候是临近于中秋，然后在这个韩国的这个推广的过程当中，因为它一些本地的平台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那在节假日的这种推广一直也都是咱们游戏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节点啊，然后呢。在韩国说，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他说最大的节日啊，最重要的两个节日，一个节日是中秋，你知道吧？就所以在我们在这周五的快下班之前，就大概2点多，高速上面都堵得一动都不动，据说是大家也提前请半天假，就休假去了。第二大的这个节日啊，大家可能也可以猜想一下，就是春节，你知道吧？就春节和中秋是韩国最大的两个节日，所以大家可能在这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抓住相应的这个节点。然后呢，这里在文化上面也是很有意思的，好吧？好，那希望这些信息对大家有所帮助啊。好，谢谢大家。